我们看到的是冬奥竞技图标，它是动态版的，全套的象形图标是有来到50个。 精彩的表演了，这段可以超过100分，这根本就是超级变变变，我们观众都说这跟以前节目好像，而且真的厉害。对，他有透过动画，然后还有真人，而且感觉他们非常的忙，都还可以记得这个顺序。就像跟一。